这个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女人？你对她好，她不领情；你对她不好，你自己又不开心。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恨。皇上这样烦躁不安，恐怕都是由爱而起的。公子别走，你别走，我答应你，我跟你一起走。你答应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生一胎，一双人。一个是朕最信任的兄弟，一个是朕最爱的女人，却一个一个来骗朕。皇上，今天我不是皇上，你也不是我的御前侍卫，在这里我们就是当年一起打败鳌拜的那两个小孩。死也不怕。那朕成全你们。皇上，万万不可。奴婢宁愿老死在宫中，也不愿意嫁给纳兰容若。朕已经成全你了，你还想朕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不跟他走？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来？留下来是为了折磨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就是仗着朕喜欢你，